大家好，我是巴勒的 Benny 洪师傅、哦、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新竹、哦、可以说是新的地标、哦、对、啊、我们的飞跃影像无人机训练学院。我们身边呢，右边这边是我们的岳哥，我们的院长。大家好。大家很好奇哦，一个打保龄球的为什么会来到哦这个无人机的训练学院呢？是因为岳哥以前也是个飞碟的好手哦，他可以连飙两回，然后1300连发，对，哦，不会啦，跟小易差，来比差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因为我想说，岳哥他以前我们都会在那个奥尔斯，对对对，哦，以前叫凯哥，对，我们常常会打桌赛啊，而且哎、欸，我们有时候还会打同一桶，对 对, 對。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突然岳哥不见？结果我就看他 follow 他的那个 IG 啊 FB， 哎、欸，他跑来做无人机，而且无人机就算了。我们想说玩着玩着嘛，结果他把它玩大了，所以现在就造就现在的学院。对，那岳哥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无人机？然后又为什么把它玩得这么大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大哎、欸！大家真的有空要来这边、哦、新竹的竹北。对，哎、欸，我们跑错地方。竹北的中央路一号。对，一号旁边有停车场，很好停车。对对 对, 對，一定要来这边门市参观一下。啊、就像刚才小易讲的嘛，说其实我当初会在凯格是因为住在附近嘛，嗯、所以其实最早比较年轻的时候有打过一阵，就刚退伍的时候，真是混时期。对对对，还有上过精英杯。对，然后后来因为就退伍之后嘛，好之后然后工作一阵子，又搬到土城，所以那时候正好在凯格附近，然后就哎、欸、想说旁边有个球馆，就开始就附属打球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认识嘛。对，你是第二次复出才對對對對才认识的、啊。对，最早是刚退伍那时候，比较年轻。那时候二十几岁。对，你大概十几岁吧？那时候还不认识。还不认识。我们认识应该是在我世界杯那时候。对对对。大概其实就在凯格那个时期啦。对，二三左右，研究所那时候啦。对对对，那时候认识。还是学生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白天就是做生意嘛。啊、晚上就去打周三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做什么生意？那时候是做饮料店啊，做清新福泉饮料店。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他还有个身份，对，好像听说是清新一开始北区，对，我们那时候是，对对对，算是区长啦、哦，就是负责区长好，对，负责那边的那个加盟店的一些管理啊，看有没有照着总部的方式做啊，然后用到别的不好的东西啊，或者品质怎么样的、嗯、那时候。所以那时候就一边做生意，然后晚上就打球啊。对，那因为后来因为我太太是竹北人，嗯，对，那讲上坦白讲，做加盟的生意其实，会就毕竟不是自己在做主嘛，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可能生意不错，慢慢就会比较平稳一点啊，不会说像刚开始这么好。那再加上我太太想要回来竹北，嗯，对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太太又生小孩，然后我后来想想，好吧，那就回来。对，就把土城房子卖掉，卖掉以后就来竹北，所以那时候就没办法，就打球又中断了。会回来竹北是因为帮我岳父，他是做服饰汽车的嘛。哦，对，对，然后帮他管理服饰汽车，然后这中间我就开始学摄影。晚上没事嘛，啊，球友都在台北啊。其实刚开始来竹北有一阵子，礼拜三、礼拜六、礼拜天都还是有跑回去打。几年前了？哦，那时候大概。八九年前的吧，对，八九年前有了，八九年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有打了一阵子嘛，然后打了一阵子，后来因为真的是路途比较远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渐渐就是小孩子生的也比较不好意思，都晚上都不在家，所以后来就好爸爸，对，就没有打球了，没有打球，后来空闲时间就跑去学摄影，然后后来接触到无人机，对，就是这样子才后来开始，因为。我们做无人机的时候，当时没有什么人在真正的玩无人机的。我讲的是真正的玩，是以前玩无人机的人都是非技术的，自己摸嘛，对，都非技术的，哎，看谁的技术好这样。可是无人机，我刚刚讲，我们是应用技术学院嘛，所以其实无人机真正是在做应用，
应用啊。对，所谓应用，这无人机可以用来救灾啊，可以用来对，可以用来喷农药啊，可以用来做航拍啊、拍摄啊，所以像你看新闻啊，或是影视剧啊，都可以拍一些好看的画面，那种上间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种上帝的视角嘛。所以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早期在做应用技术这块做得好的人比较少了、啊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投入这一块，然后一直就做到现在这样。我也做得非常的成功、哦。也花了很多心血，因为我看岳哥甚至还去整了一块地，自己整地嘛。对，应该是我们跟新竹县政府合作啦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去认养了一块4000坪的一个场地。对，那当然刚开始就是我们去做整地啊，然后包含地上设施都我们出资去建置嘛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新竹的第一个无人机的考场。因为现在玩无人机需要考证照嘛，对，那所以你们有考场等于一条龙就对了。对，等于说，其实我们是先做教学嘛，做教学之后，后来做考场，然后考场以后，我们回头又来弄现在看到的门市加训练教室。对，因为我想说一开始你就是用协会嘛。对对对对，一开始我们是中华无人机教育发展交流协会嘛，对，他用协会的名义先去弄了一个考场。那那个考场是会在什么地方？在头衔溪竹东端那边，就靠近竹东那里。对，应该讲新竹有一个很知名的景点叫豆腐岩。豆腐岩。对，就是很多那种类似消波块，有那种防沙用的消波块。对，我想台东一块一块消波块，对，一块一块的嘛，然后就很像豆腐的。对，所以那个他们就叫它豆腐岩。哦，那边拍照也很旁边也蛮漂亮，但是豆腐岩就要有水嘛，有水才好看。不过最近因为缺水嘛，就他们前一阵新闻表示变豆腐，所以现在那边变豆腐干了嘛，真的干掉了。对，所以那边也可以拍，然后也可以去那边考照。对，那包含我们旁边又弄了一个训练场。对，像大新竹的县市民，他可以就是办一个飞行卡，然后可以去我们那边去自己训练。他要怎么办？他其实就是付一个卡的费用，就一年就是500块。哦，对，等于续约，对，等于那个卡费的概念是。对对对，其实说真的，那个就纯粹我们会希望是，当时我们有讨论是不是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来，就是不要有费用问题。可是我们后来想讲，还是会跟你制作一个卡，因为至少我可以保障有挂卡的人他进来那个场地就属于他自己。不会说啊，我们没有用类似这种会员制，变成每个人要进来就进来，因为毕竟无人机很危险嘛。啊，对，因为我看之前都，比如说那个有表演，他旁边观众都要围护栏。对啊，就好像用网子。对，没错，就像我们打保龄球，不可能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球道打球，對對對對会打架嘛，所以我们就担心有这样状况，那就干脆酌收个500块。嗯，对，其实说真的，500块场地费的概念，一年大概就一块，一天就一块钱的，对。就有应该算是轻，维护费的概念啦，对，维护费的概念，对对对，那这样子也可以保障他有飞行卡的人，他进来他的场地就属于他自己的，嗯，对，不会被别人干扰。比方说别人要进来，你有办，我有卡，对对，就会抢场地的概念。对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会比较没有问题。那岳哥呢？因为我是个飞行的新手，我完全没碰过，我也没玩过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我要入门的话，我应该要先从什么机种去着手？其实无人机现在就我们以 DJI 这个品牌啦，这个品牌无人机它从10000块的到快100万的飞机都有。百万？对，百万就是那种行业应用的。那百万有在现场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后面这一台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。近百万的飞机，对，那像我们前面这一台可能就要10多万。对，那但是对。但它有便宜的机种，便宜的像后面有一些小台的啊，这种，对，就是它是比较便宜的，它便宜的机种就是给那种新手玩，对。但是其实飞机就像照相机一样，相机一样，一定是越贵的越好，精密度。对，我们主要选择飞机其实有几个考量，第一就是画质嘛，因为它毕竟是带上去的照相机嘛，画质，然后再来它的抗风能力，因为飞机飞在空中很怕风嘛，对不对？再來就它安全性，啊，所以安全性它可能会有一些避障的功能，看到东西它会停，对，那不会直接撞。对，它有些飞机是只有前后避障，有些飞机是360度都避障，还有些飞机没有避障。那相对的，你价格低的飞机一定就
安全系数可能会差一点，抗风能力会差一点，画质会差一点。啊，你想好一点，就是买这种比较高阶的，它是全壁障的，然后画质可以拍到那种电影格式。对，好，就是一分钱就一分货。所以你其实像以新手来讲，我们会建议你不用花到很高的费用去买，大概一万多块、两万多块的飞机先玩。对啊，没有问题，以后想要进阶再上比较高阶的飞机。那我比如说像我从来没有在外面飞过，那我来你们市购买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去操作？对，一般我们其实会用这个，你看你会发现我们的门市跟体验教，体验教是其实比门市还大大概三倍。对，因为我们希望你新手来啊，你不用急着马上去就决定要哪一台飞机，你可以先来试飞一下。对，试飞。那你可能好几种机型，你觉得哪一样适合你？像我们楼上有那个试飞区嘛，试飞区。对，那我们也讲，我们有户外的训练场嘛，所以我们在每个月啊都有办一个叫做新手训练班。新手训练班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先付费来上课，比方说你付了1800的报名费，先付费来上课，你不用带空拍机，你也不用买空拍机，就空手来。对，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飞机都带去让你试。那现在是二月嘛？对，那二月应该有办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二月刚结束。那三月的话是在台北场，是3月12号。三月十啊，在哪里？对，在华中桥附近。华中桥。然后报名直接上官网。对，上官网报名。对，那新竹场是3月26号。3月26号。然后等到我们四月之后，可能连台中南部都会开，因为我们过去其实就是全省开办。对，那我们因为前一阵是因为疫情嘛，现在疫情比较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开始全省会开。那我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先付费上我们的课程，那当你付了钱呢，玩完还确定要哪一台飞机，然后你再来门市选飞机，选飞机的时候我就把原本你付的那课程费扣掉。对，等于你就是买飞机送课程的概念。喂，划算。你也可以先买飞机，然后那我就直接免费去上那个。那就跟我一样了。对对，你也可以先付费上课，然后回头买飞机的时候把它扣掉。对，我会那个教学课，然后送衣服。现在，对啊，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去购买新机嘛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听一些朋友说，他们说玩无人机要考照。对，那考照的话，要需要什么样的资格或条件？其实，以台湾的法规规定，就是你玩2公斤以上的飞机，必须要考证照。称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像后面这台大台就需要考证照，像这台就不到，这台也才一公斤而已。所以其实大部分你市面上找到90%以上的消费机种是都不用考证照。但是不用考证照不代表你不需要去遵守规定。对，因为有一些什么位置不能飞太高。对，就好像是你没有驾照，没有驾照开车，你还是不可以走路，不可以闯红灯啊，你还是要遵守一些规定嘛。然后或是有一些像比如说脚踏车不需要考驾照啊，你骑脚踏车也不能闯红灯。对对对。对，所以，台湾的法规的一些规定，我们在新手课程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。然后包含如果有客人来我们店里买飞机，我们第一个就是叫他先去下载民航局的那个禁限航区的 app。这里。对，他会跟你讲哪些地方可以飞，哪些地方不能飞，然后可以飞是有哪些限制。然后可能比方说不能夜飞或者高度要多少，他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。那你就是照那个规定去飞，然后基本上你就不需要考证照。对，那如果你比方说要从事一些业务啊，或是像公家机关啊，或是飞比较重的飞机，像消防队啊，或是警察局，他们可能从事公务，那他可能就需要考证照。那时候就是到我们的训练场做训练，然后在我们那边考试这样。但大部分都不用考证照啊，大部分都不用。好，谢谢岳哥这么精辟的回答。好，那我一直很好奇，我身后这一台百万空拍机，那岳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来，其实早期的飞机，价格都会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数量少。对对对，那现在的飞机 CP 值都做得比较高。那像这种你看好几颗镜头的飞机啊，其实它左边这一颗镜头就是可以夜视。红外线的镜头，这么酷！像一般消防啊，可能到去救灾的时候，可能都是烟雾弥漫，烟雾弥漫嘛，他可能会不知道哪里有火源，甚至哪里有需要被救的
那个需要被对救困的人，所以他可以用红外线的方式去发现这些物体。对，然后像旁边这一个就是，这好酷，对，它就是一个高倍数的一个镜头，三倍镜的概念，不止，对，它大概有180倍，哦，180倍，那个概念就是你300公尺外可以看到车牌，哦，对，所以这是不是可以方便他做搜救？所以警察也可以用这个来搜证。对，那当然，你如果去山，比方说你像有一些。像晚上可能有一些去盗采林木的啊，因为它是那种我们讲的像山老鼠嘛，对，它可能都晚上去嘛，晚上去没有灯啊，你可能就不知道它在盗采林木。那像这种夜视器，你就可以发现有这样的，就可以抓到证据。对，那像这上面有两个耳朵嘛，这两个白色耳朵是蛮特殊的一个装置，一般我们都是用 GPS 来定位，它这个叫做 RTK 系统，它有一个地面站在旁边，它是对地面站做相对定位。所以它就没有被遮蔽的问题，对，而且它的那个精度很准，一般我们 GPS 的误差可能会5到10公尺，它大概就是公分，对，公分级的。其实这个现在有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看到那种群飞表演，嗯，那种群飞无人机群，就是可以组成，对，它不是好多台飞机它离得很近，然后摆图案嘛，其实它也是用类似这样的定位的原理，对，定位系统，不然如果纯粹用 GPS 误差会很大。大家可能飞机会不会又撞到，撞到可能就会掉下来。果然，我们还是要让专业的来解释。对，所以这个就适合那种特殊用途的那种业务，好像检查太阳能板也可以啊，救灾啊，甚至去做一些安防，好，比方说军警要去做安防，对，这种比较特殊的。那这个100万，对，不算贵。对，真的。对，光这颗镜头应该当时就要40-50万了。这颗镜头，对。但现在同样的后续的机种便宜蛮多的啦，大概是一半多一点的价格啦。但是就是一样是。对，但当时我们买就是大概快近百万的价格。因为你们是先驱嘛，一定要先买来试。就是什么飞机都要来尝试，因为我们做训练的嘛，对。啊，这个就是比较迷你型的。对，那种比较迷你型的，对，比较适合新手。就是我这一种。对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试玩一下。可以啊，好，你可以让你玩这台。这个不是10几万吗？我手会抖哎，我手会抖哎。好啊，不然我们大家可以试玩弄啊，比较适合新手的。那你有兴趣这台可以玩一下。玉月哥的试飞场试飞，来，好来，那你先起飞打内吧。好，放掉哎，好，然后左手这里往上轻轻推，不要推很用力，对，慢慢的上去，再上去，再高一点，好，大概这个高度。它有个手感。对。然后你要左转，就是打左边；右转就是打右边。好，所以这个杆啊，它没有改变位置，它都是在这个地方。你就是上升下降，左转右转。这样就右转。对，你先试一下。左转。好。然后你试着上升，然后下降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把头转正一点。头转正一点，好。对，你要正常，我们飞机尽可能的让你的飞机的方向跟你人是同方向。对。好，那你现在好，不要管这边，你管右边，前进，慢一点，对。你看哦，现在的飞机哦，我做给你看哦，你想要让它撞东西，它也不给你撞。好，我们来假设这个百叶窗好了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往前，要撞它。好，你看我现在把它推。那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怎么样？你看我一直推，你看我是不是推到底了？它不动哎。它不动啊。哦，它有一个安全距离。对，它就是不会撞，因为它有避障系统啊。哦。对，所以我们新手都会建议要买有避障的飞机，因为你新手很容易打错杆嘛。对。比方说你明明要往上，你打到往前，结果你现在没有往上跑，所以就撞到它了。安全性的问题。不会让你撞上去啊。哦。对，那你现在就算是后面，我们想要。对着我们过来，你看，对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他还是不会来啊，真的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就算要撞也撞不到，对，有没有？好，听，你看一下镜头，有没有看到我们？有，对，然后你这时候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这边有一个波轮，可以调整你镜头的俯仰，有没有？对，好，来听，然后你这时候。你先把录影断掉。这面好可爱，很像河豚。好像。对啊，它有两个眼睛啊。很可爱。那个就是避障用的，对。
欸，那很简单的，像我这种，啊，我算是三 C 白痴，说实在的，我也觉得它界面很方便。其实现在的飞机都做得很智能，很简单，它甚至可以你骑脚踏车，它自动跟随你走。哦，你放着这样，你就骑脚踏车，然后把你在荧幕上把你自己框起来，嗯，它就跟着那个框一直跟着你走，你都不用操控它。所以哦，等于你要自拍你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帮你拍。對對對，像你打保龄球，你往前的时候，然后框起来，跟着你走这样。哇，哎，可以哦，对，都很智能。那我们下次就去球馆拍。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下一集就去球馆。下一集我们就到球馆拍。好 ，OK。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月哥哈，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来体验，然后了解空拍机要怎么玩，然后怎么入门，然后跟一些专业的知识。我们再一次谢谢月哥。谢谢。哦，月哥真的非常专业哈，但是呢。我们也很期待月哥重返球界。对啊，而且听说你想要玩什么双手区？对啊，我们最近看到那个双手区的很厉害。哎，我记得最近的拿到一个青山人家叫姓赵刚，对，赵刚，好，他爸爸以前是我的球友。蓝爸爸，真的是，赶快来认亲啊，蓝爸爸。所以我看他玩双手区好厉害。啊，不然下次这样子，因为蓝爸爸是打飞碟球。对对对，他打飞碟球。那这样子好了，你让赵刚训练一下。哦，那我跟蓝爸爸，可以哦，我跟蓝爸爸一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我们的月哥跟可以少刚一对，你赶快跟蓝爸爸讲一下，他一定知道我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哈。好，那观众朋友，你们之后还想要看什么，然后听什么，来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好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我们再次谢谢月哥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访问特派员田中美。